有露台、三房两卫浴的房子，售价竟然只要约新台币450万元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新创建筑公司 Boxable 打造的新型住房，成为国际建筑展上最夯商品。The purpose of Boxable is exactly to solve the housing crisis. So this is a scale play to do houses in volume. 美国住房严重短缺，多数人也负担不起高额贷款。Boxable 看准这点，推出的组合屋不止售价实惠，从下定到入住也只需要短短几天。The factory we're making a home every 4 hours will be down to 20 minut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. Boxable 采用流水生产线，在工厂先把组合屋盖好，再折叠运到工地完成组装。比起传统盖房，成本大幅降低，创新点子，甚至还有申请专利。The CEO says there's 170,000 names on the wait list. Boxable 也颠覆了人们对于组合屋狭窄的印象，不论是想加高还是拓宽，人们都可以自行设计，像堆积木一样层层堆叠组合模板，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家。执行长也表示，目前也在规划建造第三座工厂，放眼组合屋能成为未来趋势。华视新闻蔡欣晨编译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